洗完澡吹干，卧槽，掉到小葫芦的饮水机上，重新吹干。这次放一个毛巾，他挺老实，要不他会在整个屋子里钻来钻去。我一边吹他，一边抖，很快就吹干了。亚马逊上新买的牵引绳，小葫芦也来凑热闹。他太胖了，装不上去。调松一点再试一次，还是不行。搞定一个扣子，穿上了。他的动作都变慢了，感觉自己被束缚了。死亡翻滚，先把小葫芦抱走，匍匐前进，假装要玩逗猫棒，然后开溜，一下子逃跑了。